贝宝贝。Hello， 今天是90天瘦身挑战的第20天。早上出来的时候忘记量体重啦，晚上才量啊。哎，今天是一个很不开心的一天。昨天我的 food dash 不见去，我现在人在救留者来做最后的检查，看有什么东西漏掉，然后要归还我的钥匙。好的，已经检查完毕了，没有漏什么东西，可以锁门还钥匙了。总共五只锁匙。再见了，有缘再见，但是应该会过来，无缘吧。哇，这边什么地方哦？本来是一片空地啊，现在卖吃的了。这边卖很多那种马来人食物的 food truck， 但是我现在是减肥的人啊，所以我不可以吃了。加油，挺住！哇哦 ，87.9。啊，现在12点多了，还没有吃晚餐，太肥了，不可以吃。那前阵子我有买这个红烧没有糖的，喝一点，蛮不错的。